才刚刚在前天庆祝生日的沙拉越日拔州议员拿督达利朱菲利，今天傍晚突然在古晋一间医疗中心内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这项噩耗获得了沙拉越总理署内部消息证实，不过当局还没有发布官方文告。根据了解，蝉联日拔州议席6届的达利朱菲利是在今天傍晚6点左右与世长辞。他生前曾经担任过沙州总理署部长。消息也说，达利朱菲利的遗体较后将运回三马连的清真寺墓园安葬。